惊喜。香港艺人马浚伟再演徐志摩，胡定欣演陆小曼。剧照曝光。艺人马浚伟首次以电台节目主持人的身份出席电台团拜，他表示为电台主持的一连两集偶然。马浚伟所有录音已完成，感谢电台对他的信任和支持，而更令他感到开心的是电台为唯一赞助电台全力支持舞台剧偶然。徐志摩，偶然。徐志摩今次载誉重演，演出地点仍是香港演艺学院歌剧院，演期由6月29日至7月15日，合共11场。身兼监制、编剧、导演、演员的马浚伟表示，舞台剧首演于2016年，广受瞩目和好评，票房口碑俱佳，唯于场地所限，只能演出六场，令不少观众向鱼，一直希望该舞台剧可以重演。又见及此，马浚伟和他的团队不负众望，在原有基础上精益求精，并与演员方面做全新配搭，诚邀两届视后胡定欣献出其舞台第一次饰演陆小曼，另有一众资深演艺精英如焦大伟、李隆基、冯素波等以及一般年轻新秀参与演出，务必带给观众全新视听感受。剧照欣赏。马浚伟，胡定欣，姜大伟，